吴雅，我问你哦，猎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资格呢？冷静、沉着、善于观察，还有山林之志才行啊。那我们来办一场学生猎人资格选拔赛吧。这个是山猪的下颚，有些打猎的话真的要谦卑，再谦卑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海拔1500公尺、3000公尺。6月28日，星期二晚上9点，同学我就问。